下，我陪一下这老工业区吧。这老厂房有些年头了。这墙有30年不止吧，好像有。大哥，你这是30栋的是吧？对呀、啊。是每年一张模特。大哥，你这鞋都换上了，太那啥，太拉风了有点。你这一下楼就能吃东西，多方便。我操！这个晚上你问他连着好几天，每天晚上都排这么人，我不知道是便，我也没在那吃，有一天排了好多人，我过来看一下。好像卖的也不便宜，不知道是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吃。吃了没？我没吃，他好像是16块钱。等会儿晚点看开，你在这儿吃一下试一下。不知道都在这儿围着干嘛了，都围在这儿。哎，对。装饰着网红店。是个老工业园啊。光阴现在倒闭也可以啊，光阴现在进步了。对呀、啊，被我们陪练之后，是大师班之后。妈呀，这到处是水哦！工业区也有点年，有点年头了。估计装修一下房子，里面住着还是挺方便的。啊，海哥，装修一下房子住着还是挺方便的嘛，在里面。两边全是卖吃的。老年人玩牌的这边，今天还好说有台风暴雨，但是到现在也不怎么下。有，好像有，因为有几个男的一直站在那里，就是那个聊得很亲热的。然后这儿还有个小，给这个儿童拍个照，我拍刚好用长焦拍。老工业区宿舍小的休息处，可能儿童在这玩，小孩荡秋千荡得太厉害。哦，还有旋转木马了，这还厉害厉害，不是还有这个旋转木马。我带着驱蚊液了，不会像上次一样，一会儿又感觉有蚊子。带着驱蚊液的，这些房子啊，这些房子里面其实，哦，这个。这个窗户的围栏搞得很有特色，它就代表深圳的80年代，就是这种建筑风格啊，又像雕花又不像。都在搞建设，这里老公要去楼顶，然后上面是一个，这边原来好像是那个搞一些办公场所吧，都拆迁了已经。这是时间久，这工业区楼顶这块儿黄烂的都成这样，这楼层也没多高，也才6层、6、7层这样吧。深圳的老房子了，这是。这边其实是安吉尔大厦，这边这桥也有一些年头了，都是以前建的。好几十年了吧，这边就是福田区，这边罗湖泥港那边，深圳的车水马龙，这边也是，这边往前面是罗湖经济100，还有荔枝公园吧，好像是，车流量多大，还拍一下尾灯吧，还是要好看一点。到这边泥岗这边来了，泥岗村牌坊这里，我们去一家30几年老糖水店里去喝点糖水，那个朋友他一会儿就来了。
这边人还是蛮多的。人多也热闹，老城中村了，小店比较多。现在都是卖奶茶的，各种果茶的。这边有个好日子购物广场，就是前面一点点。这糖水店我记得在，好像是在这边吧。哇，这砖都砸下来了。糖水店到了，就在这旁边。我那朋友在这附近住，也挺方便的，都不远。离得都不远。钱大妈，黄大妈，这边是深州糖水店。这个他说这个店开了很久了，很多年了吧。这个小朋友是刚才那个朋友的侄子，没事没事，给我吃个，给我吃点啥？啊？你说你都没给我东西吃，还叫我给你？刚才他不给我说给我东西吃，然后手往回缩。啊，我吃一口了啊啊，不给啊。这小朋友好搞好搞那啥的，我一说吃的东西他就往回缩啊。嗯，舅舅，我那个外甥，我那外甥就皮了点儿。冰不冰？会不会很冰？妹妹还会唱什么歌啊？最近？还有最近会唱《丢手绢》是不是啊？好厉害的恩恩呐，还会唱歌，还是不是？好厉害呀！吃上吃，有妈妈好。恩恩也会唱是吧？恩恩还会唱什么歌？六首绝。这是往那个深圳中学，就著名的深中，往泥岗校区这边走了。海哥，这个深中是很有名气是吧？深圳最好的学校。哦，在深圳最好的学校是吗？目前是买学而房要从你那里买吗？还是也不好买是吧？
不好买啊，它这个好像是要完全烤上去。哦，要完全烤上去还买不能买的。那个。对。离港站，这就是深圳的园区嘛，是吧？这里是初中部跟高中部都一起了，是吧？好，海哥。这个应该是高中部。啊、嗯。高一、高二。高三还不在这儿啊、哦？就其他校区是吧？对，高三是另外一个校区。深圳市科学教育研究院，这就到深中的门口这儿来了，这学校的门口，深圳中学学校门口，就是这个标志嘛，据说是深圳最好的中学吧，主要是初中部、高中部都有的吧，这是几个字的，都在这儿显示着，这是在泥岗。不是，这是银湖这边，那边是汽车站，好久了，老汽车站呢，有些年头了，早就倒闭了。哎，他现在还写个路标，深圳汽车站，咱是早就没车了，是吗？对。